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讲的这个有时候啊要这个国跟国之间啊这个小说啊能够让别人也读得懂，要透过翻译啊，怎么样翻译的比较好，要达到信雅达这个信啊，这个要很真实的意思，不能说原来只说这个三两道，你翻译完就变成这个半斤了，这个是不合乎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但是事实上过程中啊有那么容易吗？就可能产生突锤跟改变的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个翻译失误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啊。好，什么样的情形？请您先想一下，这个人世间第一个女人她的一个形象是什么？第一个女人，大家就想，不是假如真的要讲那样的一个故事的话，那不就讲夏娃？好，您觉得这是像夏娃的一个形象吗？这个是吗？是女生没有错啊，这是长得不太像夏娃，夏娃总要有那个果树啊等等，蛇啊，这个亚当在旁边等等，这个没有，这是谁？这怎么会是世间第一个女人啊？所以这个版本不同啊，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宙斯创造人类的第一个女生啊，这个叫谁？抱着这个东西大家一猜，可能就有点了解到这个女生的名字叫潘朵拉。所以这个宙斯制造了这个人类第一个女生以后啊，又给她一个礼物啊，这个盒子啊，这就是非常有名潘朵拉的盒子啊。这个代表着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说这个宙斯给她，因为她第一个创造，所以非常珍爱她，还送一个礼物给她。但是给她这个礼物，这个宙斯这个人很奇怪，这个神很奇怪，还告诉他说你不能打开，哪有人给一个礼物还叫他不打开？尤其告诉一个女生你不能打开的话，你可以期望就是他一定会打开啊。结果一打开以后，这很多的瘟疫啊、疾病啊、痛苦啊就跑出去啊，就弥漫在这个世间啊。这个潘朵拉一看情形不对，赶快把它盖起来。还好盖起来里面还有什么？希望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潘朵拉盒子的这样的一个寓言的故事啊。不过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翻译的一个错误，原来最早以前的版本里面，请大家注意一下，它打开的这个像盒子吗？怪怪的，好像不是很像盒子啊。那我们再看比较早期的一个画作里面可以看得到是这样子啊，这个，所以实际上看起来这个绝对不是盒子啊，这是罐子啊，而且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瓦罐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潘朵拉原来宙斯给他的那个的东西啊，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瓦罐啊。那这个瓦罐在希腊早期文化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状，它就是一个来把这个譬如说水啊，或者是酒啊，或者是谷物贮藏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啊，这样的一个器具啊，在有时候还埋在土里面呢、来，第一个你当然保存的，第二个这个其他的这个譬如说老鼠啊比较不容易去这个偷吃这些食物啊等等啊，用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当时并没有什么盒子的情形啊，而是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当成一个礼物给他，因为跟当时的一个希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条件习惯比较相近了。可是后来人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把这样的一个瓦罐的一个东西啊把它变成是盒子啊，所以后来就以讹传讹，现在都是潘朵拉的盒子。你跟人家讲潘朵拉的瓦罐，哇，那人家会说你大概脑筋有问题啊。其实啊这个很多小小的一个改变啊，可是久了以后也就是变成鸡飞城市啊，大概有这样的情形啊。不过提到那样的一个潘朵拉的盒子或瓦罐也好，它留下来的是什么？万一啊它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下来，让这个世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个问题很大，就是希望啊。在医疗里面，希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当一个人啊觉得啊了无生趣啊，觉得这个世间一点点意义没有的时候，他心情绝对会荡到谷底，他的疾病的复原的一个速度也会跟着牛步化。所以怎么激励起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求生的一个欲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譬如说一个非常一开始就已经非常严重的病人啊，可是
只要抱持着一个希望的时候，那个努力的过程啊，后来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错，但是还好有这样的一份求生的那样的意念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这是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影像啊，电脑断层，这是鼻子啊，这里面这个是鼻窦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正常的这个情形不应该是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局部啊，这个骨头的一个位置也不对，所以这是表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严重的一个撞击，它撞击的点不止一个，但是一来急诊的时候，让人家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五孔出血啊，这个鼻孔啊，还有这个嘴巴这附近都是大量的血冒出来。为什么大量血会冒出来？因为第一个它撞击的点就是在我们这个鼻窦还有嘴巴这附近的时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黏膜，这个我们把它做黑白的处理，但是正常的时候鼻子黏膜里面鼻窦里面它都是非常丰富的血液循环所支配的黏膜组织在那个地方，所以局部撞击以后在这个地方等等都有可能造成非常大量的出血，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流鼻血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会有喷的。那尤其是有些状况是因为它速度，我们大部分都会躺着，所以躺着久了以后它会吞下去，吞下去以后胃啊到一个程度以后，这个血对胃是一个刺激啊，所以也会吐出来，所以那个呈现的状况啊是非常紧急的，所以这个局部一定要想办法，第一个大家想到是输血来这个控制这个失血的这个量，补充这个失血的量以外，你一定要控制，想办法控制这个局部的一个出血。所以这个怎么处理啊？我们耳鼻喉科的医师啊，第一个要先看看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不然的话要用塞一些凡士林纱布啊，或者纱布条啊，甚至于像类似像可以鼓起气来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气球啊等等，放到这个里面空间啊，让它因为里面你按不住啊，止不住血，用这样的情形去把里面膨胀起来以后去止血的这个动作啊，这是已经是蛮恐怖的这个状况啊。还不止啊，这是它的肝脏，表示肚子也有受到这个，因为严重车祸的关系啊，肚子里面这是肝脏，这是肝脏外面，这是不对，这是血的组织啊。所以这个在局部这个地方做切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肚子这附近啊也是有内出血的这个情形啊。那不止啊，这已经是刚刚从脸到腹部啊，那这个再往底下的时候，这是骨盆啊，我们正常骨盆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立体的，同时它们之间呢、啊、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点啊，但是这里啊不对啊，你看看比较这两边就知道它的一个力道已经把这个骨盆啊，这个骨盆这个骨头是很大的，都已经把它移位了，所以这个连带会引起出血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也不止啊。骨盆这个地方以外，连底下的这个大腿这个骨折，这个骨盆这个地方也骨折，大腿也骨折，所以啊相对背后的失血的量都是非常惊人的，从脸部，从腹部，从骨盆，从大腿还不止啊，从胸部这个地方啊也有内部这个肺部里面的一个出血的一个状况呈现在这个地方啊，这是肺脏内部的出血啊，胸腔里面也有这个出血的一个状况，所以一个车祸的一个撞击，它可能不一定只是一个点的撞击啊，有许多面的这个影响的时候，它呈现的当然各个地方我们要想办法赶快跟它做处理，譬如说鼻子这附近鼻窦出血要做处理，骨盆这个骨折要给它固定等等，这个胸腔的这个出血要跟它引流等等，这个都需要做，但是啊还是需要大量的输血，所以除了这些这个根本的一些治疗原因以外，治疗的措施以外，还要大量的补充它的这个失血的状况，所以输血是几千 cc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原来肺部就已经撞击蛮厉害，所以在经过这个大量的输血以后，可以看得到它肺部的情形啊也是不太乐观啊，一开始是这样子啊，然后慢慢可以看得到这个影像啊越来越恐怖啊，整个变成白色，这就叫做所谓的呼吸窘迫症候群啊，变得这么严重啊，那但是经过治疗以后啊，但是原来里面都是充满着血液的这个肺泡啊，来给他做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可以看得到，这是大概11天左右的状况啊，可是慢慢的就可以恢复到他比较好的呼吸的这个肺脏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么严重也发生很多的一些困难了、啊，但是怀抱着希望永远是最重要的一次事情啊，所以潘多拉的盒子啊，相信里面留的也不只是爱，还有希望，还有信任吧。感恩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Thank you.